第36题，在40度 C 时，取66公克的上述溶质溶于100公克的水中，充分搅拌后，欲使其完全溶解，请问至少需加水多少公克？我们从题目上看出来，我们40度 C 的时候，100公克的水最多溶解60公克，我们100公克的水最多溶解60公克。你现在给我66公克，所以呢，我没有办法全溶，我们还会剩下6公克无法溶解。那么100公克的水最多可以溶解60公克，我剩下6公克不能全溶，所以我就至少要再加水1/10，10公克的水，所以我至少要加水10公克才能够使它完全溶解。第36题问我们说，请问至少需加水多少公克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10。